新城乡立图书馆从3月份到5月份要展出著名草书大师刘碧霖他个人的草书艺术展，同时还揭开他精心编撰的新书《现代草诀》的面纱。展览会提供民众一窥这位在地杰出的艺术家他数十年来的心血结晶。《现代草诀》新书发表会在新城乡立图书馆举行，刘碧霖老师将亲自分享新书创作心得与意见草书符合演变的过程，并邀请艺术爱好者一同来共享盛举。六月傅昆萁以及各社团理事长以及艺文界的老师们齐聚新城乡欣赏优美的草书。新城乡长何立台对于这次活动表示高兴，强调新城乡一直致力于推动艺文活动，也感谢这次能够邀请在地的草书大师刘碧霖展出，为当地带来丰富的文化底蕴。说刘大师愿意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啊，我是觉得哈，大家看着会很羡慕你，因为我到我们这边要排队排很久的啊，是吧？所以我刚刚跟彭老师报告哈，我说希望各位大师到这个地方来展览，好不好？啊，也可以跟我申请机会，也可以跟徐县长申请机会，也可以跟尤乡长申请机会，好不好？我们都来支持，好不好？好啊，这个欢迎大家多到图书馆来，我们有咖啡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到二楼去看看。好，我们的地下室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哈，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棒，欢迎大家有空到新城乡来，好不好？当时自己十年了，他非常非常的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了，包括他现在当这个代书员一样，哦，可以说把事情都做得非常好，各项的工作都非常的棒啊。他的人生历练当中，我是最希望他是我的兄弟，跟傅立伟一样啊，很有冲劲啊！谢谢你啊，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的活动，谢谢。现在乡里图书馆在何立台上任之后，守门员要来老房子变成名列前茅的优质阅读及文空间，欢迎各界莅临新城乡里图书馆一同感受刘碧霖老师的草书艺术之美，期盼未来有更多大师来到新城乡来进行展出。记者徐宏毅，新城乡报道。